始带你来看到的，则是泰山重要公庙，也就是保安宫，在日前重新举办了安座大典。新北市议员宋明忠亲自到场参加了这项仪式，并且也祈求神明能够保佑地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新北市泰山区大保宫日前举办了重新安座大典，议员宋明忠到场参与，让这场大典增色许多。大保宫为泰山地区最重要的宫庙之一，平日管委会经营得当，除了安定地区民心之外，更祈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大保宫在地方上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寺庙和宫庙，啊，它地方上的一些我们的一个庙庆的时候。啊，他们有非常热心的地方公益，包括也做一些啊普渡啊，还有一些布施等等一些的一个善事行为。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安座当中啊，前来关心哈，也表示敬意。尤其在我们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主持人的啊，公有市场自治会的会长啊，陈许会长哈，在市场方面也非常热心，让我们泰山公有市场处于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个民间的一个传统市场哈。大保宫公主表示，大保宫的主神为新庄大众庙所请示十四老祖而来，同时对照门牌十四号，让人有神机显赫的另类感受。阮大保宫的主神就是较早由安南新庄大众爷庙请十四祖来，阮明治路二段嘛是十四号啊。拄好大家有迄缘吼，啊，拄好甲掠机，啊，开始来即服务，咱即十四组会使讲真灵感吼，啊，互大家遮信者会当通好来安尼，敢若讲来有求必应就对啦吼，啊，感谢各位吼，谢谢。在大保宫所举办的重新安座大典的同时，议员宋明忠表示，这几年来身为议员所完成的建设，都是遵循大保宫建庙祈求地方发展繁荣的精神，一步一脚印，做得让泰山更好。我想利用这时间，也向我们大新庄地区的乡亲表示最大敬意。那这次能够继续能代表我们中国国民党哈参选新北市大新庄地区新庄泰山林口五股地区的民意代表，继续为我们乡亲来户推动的各项建设啊监督的市政的一个推动哈，那这边也恳请我们各位乡亲哦继续来支持啊新北市议员宋明忠，这边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啊，有咱这个宋议员哦加足大的帮忙啊，加足照顾。啊，让阮这乡客会当日日旺盛。啊，尤其阮较早伫市场也是担任一个会长吼，啊，阮会长也已经下任，啊，即马就是要转来顾这间宫，安尼认真来服务。啊，多谢各位，那迄落吼，安尼善男信女吼，啊，多多来阮这奉茶，谢谢。在新北市泰山地区。大保宫重新安座大典举办时，民众表示大保宫的主神相当灵验，祈求事项有求必应。议员宋明忠在地方上的建设也相对符合呼应了大保宫的建庙精神。记者在泰山采访报道。